喂喂喂，表哥吗？我要举报 N 港有人开挂，他居然把空投搬到房间藏起来了。刚踢飞机上有人叫嚣，嘲笑我们没人敢跳机港。所以这把我们来了。这边刚刚击倒一个，跑哪儿去了？嘿嘿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收人头那也是一门技术。哟，看这样子他还没捡到枪，那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抢人头机会，冲！nice， 再解决一个人机啊，这机长他也就吐不完了。呀，幸好强，刚刚这么多人经过都没看到。看来是把天命枪，简称天枪。哎 ，N 港刚好掉了一个空投，就去那儿召唤了。就这儿，对，就是这儿。哎，这红烟冒得这么浓，不对劲啊！空投没看到啊？我去！我是不是眼瞎了呀？不行，我得进去看看。哦吼，这尴尬了。到底是 N 港的房顶被压垮了，还是空投自己开挂了呀？喂，表哥，你在吗？我要举报 ，N 港这边有人开无敌挂，居然都把空投藏房子里了。哼，那不是下一步他就要炸飞机了？哎呦我的妈！小伙伴们知道这个是咋回事吗？为了引蛇出洞，调查事情的真相。只能牺牲手里这把信号枪了。呀呀，用超级空投把那个开挂的引出来。哎，貌似出来了。前晚上打游戏不？Nice， 拆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咱们下期见。